新爸新妈来说，头号难题恐怕还是家庭和工作之间如何平衡。忙着付出的杨千嬅日前就想出了一个妙招，带着两岁半的儿子 Torres 一起提前参加了一场圣诞节表演，那种母子同台的难忘经历绝对值得久久回味。因为我儿子第一次有那个唱圣诞歌的表演，我第一次跟他同台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。我一辈子没有想过有这个画面，你可以想象我跟他在一个台上面，其他的家长都觉得哇，哎，你会来的这样。